呢是长这样，黑色可能很黑看不清楚，等一下拿湖水绿给大家看，它是绑一个侧面垂坠下来，它呢我里面有穿今天上架的短裤，然后它其实算是一个长上衣，所以我觉得你要看你自己的身高，150以上我觉得它就不能当洋装，这件超级美，它这件超级漂亮，超像公主的，这件衣服超像公主，然后它上面全部都做松紧，所以你就算要拉下一字领它也不会再掉下来，它是全弹的，看到了吗？然后如果你不穿一字领它就是一个公主袖，然后这边也是超弹，不用担心，这边是做扣子不修边的衬衫的形状，然后呢完全我觉得这大家都可以穿，因为它放开的时候其实很大，到 L 的话都可以穿，然后它这个也不会走光，然后全弹的，然后它是这样子，你稍微按照你自己的身形把它扭一下绑起来就可以那么好看，那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一字领的感觉，所以我就会把它放下来。再来，它很特别哦，它这个侧边是直接剪掉做不修边的，后面呢是直接就是看遮起来的，所以里面呢就是若隐若现的感觉，所以你要穿提花裤、牛仔短裤、安全裤或是可以外看的裤子都可以，我自己超喜欢这个颜色，我觉得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得体加好看。